醒来以后，那个右手啊，右手僵硬，疼痛又麻了一夜又干了一夜活，又干了一夜活。现在我白天晚上分开了啊，夜里我还要出去到其他地方去干活去。我说这是灵魂呐，忙得不得了啊，夜里边也抽掉的，到了其他地方干活去，自己不知道啊，自己不知道，以为在睡觉，出去干活去了。这就干回去，所以手指都僵硬了啊，手指都僵硬了啊。醒来一个白天回到自己的一个慢慢那个，僵硬的症状就消失掉了啊。这样现在忙的，夜里也在上班，所以这段时间有时候感觉，早上也起不来的感觉。实际上夜里也是干活，所以说早上有点起不来，啊，或者白天有点感觉，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啊，使不上劲的感觉。原来是夜里边要出去干活去了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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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